传令报告，第一次侵略之动发动机点火，鬼控开始。发动机开机，鬼控开始。现在多少？现在看不出来，现在还没查。根据北京实时数据监视判断，嫦娥五号探测器第一次近月制动控制正常结束，后续工作按正常计划实施。靠近月球的时候，我要减速，被月球引力捕获，然后在靠近月球的那个轨道的这个近地点的时候，我们要点火，然后呢形成环月轨道，这个就是近月制动的功能了。它如果不踩刹车的话，它就收从月球边上飞过去了。因为太重了，第一次刹车呢先捕获成一个环月的大椭圆轨道，这个轨道呢周期呢是约8个小时，我们在这上转3圈，经过1天之后呢，我们在第二次近月制动，最终才进入20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。